情侣屎坑夹起上嚟便有得拣。遇到呢个情况，就算厕所冇门都焗住去啦。呢啲咁尴尬嘅厕所，唔系净系睇戏先有。福建莆田火车站嘅男厕，其中一个厕格竟然有两个踎厕，中间仲冇遮冇掩添。车站职员就话，因为公厕烂咗，但系冇隔板维修，所以就变成一格两厕啦。不过，其实设计咁心灵嘅厕所，唔系强国独有噶。人有三急起上嚟，几大都去咗先啦。